大家好，9点半了啊，10月2号，给大家看一个视频，是吧？我情不自禁的感慨万千。这个普京看见了吗？这个钓鱼是吧？这个国防部长开船，国防部长我没看太清楚啊。如果没换人的话，应该还是绍伊古啊。绍伊古呢是混血啊，一半俄罗斯，一半是图瓦人呀，还是雅库特人啊？雅库特也叫萨哈啊。反正是黄种人，西伯利亚那边的啊，这个可能是绍伊古。这个你看普京哈，咱们都知道他跟那装逼呢，都跟那作秀作戏，跟那摆块儿是吧？但是普京还是有魅力，有魅力是吧？之前光着膀子，你看他那胸肌，一看就是练过的，是吧？在西伯利亚的高山上，好像在阿尔泰吧。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，阿尔泰挨着中国的新疆，也挨着蒙古国，也挨着哈萨克斯坦。阿尔泰就是中国的阿尔泰，阿尔泰山脉就是阿勒吞，阿勒吞，阿吞，阿吞，就是黄金啊。阿尔泰语系，满洲通古斯语族、蒙古语族、突厥语族，哎，这个你看他那个胸肌，个儿虽然不高，看着真是。处于那种特别健康、特别阳刚、特别雄性，四川人讲话凶气雄起，是吧？光着大膀子，然后骑着马，是吧？当然，咱们知道这都是炒作，这都是舆论，都是宣传，都是媒体，都是塑造，都是包装，对吧？但是你还是觉得他有一种阳刚之气。说白了，你那个。是吧？说的难听点，你跟三孙子似的，你那个扶不起的阿斗，你吧，你人嫌狗不待见，你要嘛没嘛，吃嘛嘛香，就知道喝大酒，是吧？你没人待见你。你看人普京，虽然他是个独裁者，虽然他是个特工、特务出身，克格勃，是吧？可是在俄罗斯，是吧？还是支持度挺高的，啊。啊，当然，反对派现在也越来越茁壮，因为他干的年头越来越长，是吧？他有一个帮叫列宁格勒帮啊，这个索布恰克原来的列宁格勒的市长，也是普京的恩师啊，他的大哥啊，后来他把这个帮接收过来。另外
原来的情报机构的这批人，克格勃的、格勒乌的、国家安全委员会、总参情报局的跟着他混，是吧？还有原来苏共的那批转型转的比较好，没有被时代所抛弃的那批人都跟着他，是吧？听说在俄罗斯啊，这帮大脑袋大头开会的时候，有些大银行的行长啊，大的他们也有类似于国企啊，这个董事长，基本上别人如果有人选，但是普京说了，我让谁谁谁干，基本上别人就不敢出事了，是吧？还有普京还有一次作秀，普京还有一次在西伯利亚啊，他好像说是抓住了一只老虎，把一只白虎啊，白色的老虎 ，white tiger， 给骑在身下边了，是吧？摁住了。当然那个不可能是真的，那个说就是摆拍啊。但无论如何，人家还是有那种男子汉的那种气概，是吧？也是让崇尚英雄的，是吧？很多人对普京还是，是吧？这个用这个阿尔泰语叫巴图鲁，英雄好汉，是吧？ Butter。 普京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吧，他后来给派到东德德累斯顿，普京的德语也是相当的好，不知道他英语怎么样啊，反正普京是吧，你像某些国家的领导人我就不点名了，在国际场合是吧，人家一堆这个一群各国领导人，人家自由的就在那儿交谈，是吧？然后我们这老哥啊，我们这大叔就显得特别的尴尬，然后身边还老跟着一翻译，要不说话他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，就跟人家啊怯生生的啊羞答答的跟人家摆摆手打打招呼，小胖手喝大酒喝的是吧，这全是肉是吧，喝酒吃肉。你看是吧，你看人家江是吧，江总啊，江大蛤蟆是吧，哎，江总书记，人家梆梆梆钢琴带一小笼子是吧，会见西班牙国王的时候还自己拢两下是吧，当然那有点失礼，有的时候还看看手表是吧，但是人家能弹钢琴呀，人家能用英文背诵独立宣言呀，是吧，人家有两下子是吧，有两把刷子是吧，有拿得出手的地儿是吧，然后人家的毛笔字儿是吧，你看人家江泽民是吧，这个给怀柔雁西湖公园也题词，去趟顺义给顺也题词是吧，给公园都题词啊，我就说下一步可能得给公共厕所提个词儿啊，没等到提词儿人家下台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是说不管是西方的那一套东西啊，那些跟西方有关的知识，还是中国传统的这些是吧，这个唐诗宋词啊，琴棋书画，现在的领导人是吧，我不点名了，不具体说了，大家都知道我说的是谁吧，是吧，这就是文盲大老粗，没念过书是吧，还在国际上还啊这个是吧，咋咋呼呼是吧，这个东北话叫五马长枪的是吧，谁理你是不是。当一个大国的领袖是吧，大国领导人没点文化是吧，就跟人家耍胳膊根儿，看谁胳膊粗，你粗也粗得过普京吗是吧，开玩笑。我们同学还有特崇拜普京的呢，中国有一批普京粉啊，微信头像都是普京，当然普京也是个大独裁者。